四个金点，都不错呀，走，拿回去，太想吃了。走了走了，回家回家。评论区能打出这个字的都是天才哦。好啦，谢谢大家了。来，让我们先把这个盲盒给拆了吧，看看是什么奥特曼。哇，是个欧布暗耀形态。哇，这个电镀涂装太帅了吧。来，先放一边，我们来拆卡包吧，看看经典。来来来 ，SR。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话，可以给我点赞关注哦。来，我们这一包又是 SR， 继续，直到开出蓝 GP， 一张 SSR， 德卡特麦奇迹型，酷不酷，兄弟们？好卡就来了，这一包，来来来来来 ，SR， 现在豪华了，来豪华 ，SR， 看看这边，继续 ，SR， 我的 SP 呢，兄弟们？SP 兄弟们，是一张油啊，斯菲亚雷德王，兄弟们快点给我点电摇啊，兄弟们快点电摇，我要好卡，给我点欧气加电摇，来，欧气加电摇，怎么没有好卡了呀，兄弟们？肯定是你们没有给我电摇，兄弟们，肯定是没有给我电摇，电起来，一张 SSR， 哇，红眼这塔，兄弟们，哇塞，超酷啊，红眼这塔，最后一包。青眼名卡了，来，一张油啊，米库拉斯还不错，兄弟们，现在荣耀了，荣耀，来，不错，奥特曼大地形态，哇塞，这个3D 效果好酷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图还在转耶，来，这边是张又张杰诺奥特曼，继续下一包，来看一下，吹，这个奥特曼闪亮型，很酷啊，这边是张巨型卡，这边还有一张金沙卡优啊，戴拿强壮型。好了，最后的星辰，来看，转过来，欧布奥特曼，哇，这是塔尔塔洛斯，还有一张 TGS 戴拿奥特曼，这边是艾克斯泽塔，好了，现在是这包关键时候了，来看，雷古洛斯奥特曼，哇，雷古洛斯，不过这张我有好几张了呀，雷古洛斯。哇哦，今天居然开出了这么多好卡！那好了，本期的评论到这里，我是韩大智慧。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